哎呦，哎呀，看着撕了，看着垫子，咋不下来呀？你们啊？哎呀，这帮小家伙，这垫子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这个小 Lucky 们啊，他们也是五十天了，跟那个艾拉那窝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啊。等这个艾拉那窝生完之后，他们就开始生了。啊，他们是一天的时辰不一样，他们稍微小一点。嗯，打疫苗。嗯，咋打？咋打？还是按以前那个打。打完扔底下。对，哎，扔底下也行。啊，扔底下就行。那也行。大了，他现在你关上门得。那也行。肚子，这还没吃饭呢，这肚子、哎、上底下来，对，上底下来，别在上面我捣乱了。哎呀，他们也住了，拎不动了，这一个手能拎得动，但是拎不了多长时间了。干嘛，雷姆下去。哎呦，可重可重了。调皮的，他们打的时候好打、啊。调皮打的，这啥姿势？这是。嗯。好好好，看你看你劲儿大的。好好好。好好好，你也出去吧，出去吧。都跑出去了。跑出去没事，习惯性的让他出来玩的。老搁这里边都撕垫子，撕的可厉害了。小黄，小黄，别啃人家屁股！哎，打针呢，啃屁股，撅着腚。下去玩去吧。你看，你看他撒，你看他撒。哎，不动了吗你？我使劲，你不应该趴我腿上。你那脚丫子上有没有屎？你又摸我，嗯？就跟人家自己趴了似的。哎，都是他们自己趴的。你看那样，你看那样，是吧？说你呢？他们也不害怕人，他们胆量可大了。他们就喜欢跟我玩。嗯，哎呀，你别退，你别往后退，该你了，该你了，那压那压，该你了。就剩一个了，你来一个吧，来，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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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哎，好，够，加油。老真，咱出去啊，带你们去个你们没去过的地方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嘞。妈呀，跟老鼠似的，老鼠过街似的，你看没，悄默声息的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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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喊你呢，喊你呢，去吧去吧。哥哥弟，我把门打开行吗？能回来不？能回来不？还能回去不？弄了个台阶儿，哎，看妈妈会回去不？上去上去上去！对，这小花，小花跟尿似的。嗯，哎，来，给你安个台阶儿。等到那啥的时候，晚上的时候吧，让你们吃饭的时候就让他们在地上吃，啊，都在这一块。嗯，让他们习惯性的每次吃饭就出来，每次吃饭都出来。嗯，每次吃完饭也不着急把他们拿回去，就是让他们在外边拉，啊，在外边拉完尿完之后，哎，让他们再回窝。等他们习惯了，我们把产床整个的全部咱给抬出去消消毒，嗯、喷一下，看会不会啊？啊，洗一遍。哎，上去了。第二个啊，第二个。
这放这可放这可以，来来上上啊！你上哪去上？我还没玩够呢，你就让我上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你来。再来，就把前爪子，你别都搁上去啊，让自己扒来一点就行。哎，上上上，看看看看看看，怎么样吧？那小佳可聪明了，你黑点上，上上，哎，哎对。再来一个，知道出来，知道进去，这才行了，不能往后退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上上上，这边，往哪跳啊？往里走，上上，一二三，哎，好，对对对，好嘞，给你们鼓掌，你看，哎呦妈呀，你看兴奋的，咱们第二次防御也做好了啊。但是吃方面咱们还是不能吃那么多啊，下一步咱就必须教给你们怎么在外边拉屎，怎么在外边拉尿，再一个咱们吃饭就得在外边啊好好吃，你要不然你看现在他们拉到里边，你看跟耍猴似的，你看跟耍猴似的，别给我闹了啊，你妈现在在外边呢，以后就不来了，你们说啥也不能再见面了，见了还不如不见。见面光打架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又来找我来了？嗯，看我们家公子大公，海盗眼的大公啊，然后耳朵是黄的，四蹄是白的，然后后背，嗯，看后背是谁，个头可大了，你看没？行为能力也特别高，挺会玩，是不是？那个特别亲人，好玩那个。那个姑呢？那个对。这姑呢？嗯。这个你看吧，这边耳朵有点黄，然后身上是纯白的，纯白小公，这个是个头也挺大的，蛮大的，纯大色小公，看，就这两只公这里边。这个耳朵剪下去，就是意思就有一个耳朵是黄的，嗯，就是两个小公，